钱啊是命，小钱呢是正啊，就是说你发大财啊，那就是你有没有这命啊，跟你的这个本事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。但你发小财就要靠自己的努力，是你挣来的。那我们这发小财呢，得有个定义，什么叫发小财呢？啊，我们先说最下限。最下限的小财呢，是根据你个人自己的能力啊，你能够在单位时间内，比如你一个月或者一年或者3、5年啊，在单位时间内你得到的这个钱啊，比你去给别人打工，选择你的这个能力给别人打工的挣得多一些，这就叫发小财。比如说我自个儿的这个能力啊，我上单位应聘啊，我就能挣5、6千块钱。但我自个儿干呢，我做个事儿啊，我辛苦点归辛苦，但我一个月能挣个1万块钱，这基本上就能算一个发了个小财，这是小财啊，最基本的。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啊，付出的最少，得到的最多啊，每个人都是这么想，但是很难，因为你得到的越多，你风险增长的就越大，风险越大，你可能就是失去财产的机会就会增多，就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欲速则不达啊，就是你想非常快的发财，你可能连最基本的钱都挣不来。所以我告诉你们啊，尽管今天是号召全社会都创业，但是创业的成功率非常非常的低啊，所有的创业成功者都知道这个成功率低到什么程度。那么发小财呢，还有一个标准啊，我们除去这个最基本的标准，还有一个标准呢，是今天啊经常有人说的叫财务自由。财务自由本身也有高线和低线啊，低线我们先说低线啊，目标不要定得太大，你想发小财，目标就不要定得太大。低线是什么呢？是你出去啊，你过着普通人的生活，出行买个东西一般不太介意这个价钱。比如你到餐馆点菜啊，你注重左边比注重右边多，这基本上财务就有点自由了。我过去跟几个上市公司的老板聊过天，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说呢，说你这个啊成了富翁以后啊，发了大财，生活有什么改变吗？想了半天跟我说，唯一的改变就是进餐馆啊点菜不再看右边，就是不再看价钱，只看想吃哪个菜，想吃就点，不再看这个价钱还是不是介意了。这就是财务自由的一个最低标准。最高标准是什么呢？我其实最高标准我也没找着，按照网上说哈，你就有1亿元人民币了，这就算财务自由了。那我也见过有1亿元人民币很快就变得穷得要死的人，为什么呀？想得大，做得大，把钱投入了，最后这钱就没了啊。大钱，你一个人挣到了像样的钱以后啊，能让你钱丢掉的只有2个途径。第一个途径是赌博，你有多少钱都可以输在赌场上。第二个途径就是投资，投资是另外一种赌博，其他你可能就花不掉，比如你找女朋友是吧？除非你给女朋友把你所有的钱都给了她，那是没辙。但一般的情况下，像这个都花不太多的钱。我们一般人啊，发小财的思路都会限于开店，对吧？我们开个小商店嘛，发个小财啊。但是这是一种传统意义的这个生活方式啊，也是我们一般人的一个朴素想法。那今天我们在国内啊，创业的人呢，其实都不想发小财，都想发大财。它跟国外不一样啊，你比如你到欧洲去啊，你到日本去，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那个小店一开几百年啊，几十年都不算什么，不扩张啊，不加桌椅。你到日本去看，这个现象非常的普遍。比如日本有那种居酒屋，居酒屋我们进去的时候一看，哟，好拥挤啊，就没有地方坐。然后有人给你介绍说，这张桌子当年啊，川端康成几乎每天晚上都坐在这儿。哎呦，你顿时就对那居酒屋肃然起敬，可那屋子里能坐下的地方不超过20个地方。我到日本去啊，去吃那种街头小馆，我最喜欢吃那种街头小馆，非常小的面积，有时候进去就是个10几20平米，2、3张桌子，老太太坐了几代人。台湾就很受这个影响。我前日子去台湾啊，去这个高雄，一下飞机，朋友就来接，说我请你吃顿饭，说咱不去大地儿，大地儿你都去多了啊，带你上一个小馆子。一进去，这人跟我岁数同岁啊，进门就给我介绍说这家店，我17岁，上大学那年就在这儿吃饭，几乎天天吃，是我们家食堂，吃了多少年呢？40多年。人家这个小餐馆没有扩张，当年是什么样，今天就是什么样，做了2代人。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吃上一代人做的饭菜，岁数大了就吃同代人做的饭菜。结果夫妻俩跟我聊天的时候说，现在子女不愿意干这行，所以呢，他们能做到哪天就算哪天，最后这个小店就会关掉。所以他很安贫啊，就安于现状，就是。你本身好像能发一大财，有机会。当时生意好的时候，天天都订不上座，啊，他为什么不扩张呢？就是他安于这个状态。那我们今天说这不行，这个对于我们这想发财的人说，你们这套我根本就不，我一听都不想听。我这一辈子啊，让我开一餐馆，我也挣不着什么大钱，我不想受这累，我也不想挣这小钱，我想发个财。那么发小财呢？我现在开始教你啊，给你讲各种故事。你要听思路，听故事是没有用的，你要听思路。听明白思路，你可能就抓住了发小财的机会。先讲一事儿啊，好多年前啊，我20多岁不到30岁的时候，碰见过这样一个人。这个人比一般人有钱。我年轻的时候，20、30岁的时候啊。那时候工资都不需要问，就是你什么岁数对应的就大概挣多少钱，大家都心知肚明啊。我那个时候啊，就挣个50、60块钱，啊，就挣这么多钱。跟我岁数相同的人大概都是这钱，上下不会差10块钱。哎，碰见一个人呢，有点钱啊，比我们多少多一点啊。花钱的时候就显得有钱。那我就问您做什么工作呀？这人跟我说没工作。我说你没工作，你钱哪来的？捡的。我说，这捡钱是怎么回事啊？说捡钱就是我自个儿的工作，本人以捡钱为生。你听着是个笑话吧？你怎么可能每天都捡到钱呢？哎，他就有办法，他每天都能捡着钱。他跟我说，这捡钱呢是有路数的啊，是有道的，不是你每个人都明白的。他捡多了以后呢，他就会知道在什么地方容易捡到钱。比如他跟我说啊，他每天啊早上起来，那时候北京人最多的地方啊，商业地段就是百货大楼，就是每天都进去百货大楼捡钱，没有一天空过手。我说你这捡钱，你百货大楼哪谁丢钱让你捡啊？他说嘿，有人丢啊。哪儿丢啊？说卖糖果的地方老掉零钱，1分钱也捡，啊，1毛钱也捡，人不嫌少啊。咱们地上看1分钱，你肯定不捡，你觉得你弯腰那价值都比1分钱大，对不对？你不捡，他捡。他说捡钱就是不论大钱小钱都得捡。还有哪儿钱多呀？厕所多，啊，厕所多，你听着新鲜吧？他还告诉你，女厕所比男厕所多，因为这女人啊事儿多啊，上完厕所呀，老是对着镜子描眉画眼儿啊，拿出钱包来或怎么着掏个什么东西，把钱包就扔那儿了。所以他就是到女厕所那儿就敲门说有人没？你听里没人，推门一看，在那个台上放一看没有就走了，一有嘿就捡一钱包。还有哪儿能捡钱啊？他说还有一地儿好，我不能告诉你，我告诉你怕你去捡。我说哎，我当时就非常的感兴趣，我就说。哎，这捡钱居然有规律，知道哪儿钱多？你知道哪儿钱多吗？你知道啊？我后来为这个事儿啊做过测试。我说，当一场电影散场的时候，人都呼央的往外走嘛。有一个人翻身要进去，你觉得这人进去还有什么价值吗？他不是打扫卫生的。我们今天一散场，就肯定打扫卫生的、保洁的人员就进去了，把它收拾干净，准备下一场，对不对？我们早期的电影院跟今天不一样，今天电影院第一小啊，几十人都算大的了啊，有的电影院我看进去几个人，现在最大的电影院也就100-200人了吧。我们当年的电影院经常是1000人起步啊，2-3千人看一场电影正常的，散场时候那电影院轰的一下人全往外拥，他逆着人流就进去了。干嘛去了？你们这会儿明白了啊，捡钱包。所以当你们走出去的时候，他就一排一排的凳子测试，迅速走过，看看有没有掉下来的钱。这人就靠这个方法活着。我们从某一个角度上讲，这事儿不算太道德，但是不乏啊，他有一种思维的方式，就叫逆向思维。逆向思维我碰见过很多次啊，比如我当年去新疆啊，1984年。在阿克苏到阿拉尔的路上，荒无人烟啊，连路树都没有，就一条路通到天边。车开着开着，看前面有一个人徒步，背着一个三合板做的盒子，这么宽，1米长，这么薄，一打开全是卖眼镜的。你今天啊，今天的年轻人是看不见了啊，30年前这背着这个三合板盒子到处卖眼镜的，全是浙江人。然后我就很新鲜啊，就跟那个司机说停车停车。我说干嘛？我说跟这人说会儿话。我就跳下去了，跟这人说话。我说您这干嘛来？他说卖眼镜。我当时第一反应就说，你卖眼镜，这哪有人呢？你卖谁呀？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人那一句话说的就比我高，人上来就说，正因为没人来卖，我才来卖。所以他把那个当时啊质次价高的眼镜全部卖到新疆去，那个地方交通闭塞，商业落后啊。那时候兴的蛤蟆镜，就是耷拉眼角那种蛤蟆镜啊，把那蛤蟆镜就卖到新疆去了，舍不得坐车，走着。我们开车都开好几个小时，走着到那儿以后呢，进到一个居民点，那一堆眼镜都能卖光。哎，人家思维就跟我们思维不一样啊。我们思维要是卖眼镜，一定说哪儿人多上哪儿去卖，他是哪儿人少往哪儿去卖。我在电视上还看过一个节目，看完那节目我非常的受感动啊。有一个江浙一个小裁缝，19岁，只身一人啊，所有的家当加起来就一缝纫机啊，奔了甘肃武威。到了武威，举目无亲啊，就是认识一个老头老太太。跟人家商量说，我能不能在你们家窗沿下支一个摊儿啊？我给人补衣服。那老头老太太说可以啊，你这么留着吧。他就开始给人家补衣服，补一件衣服收不了多少钱吧。然后补着补着就开始学着做衣服啊，给人做裁缝，给人缝制衣服。那么10年以后啊，这个小裁缝结婚生子，买下了当时呢这个城市的第一，这个服装厂啊，是国企啊。那时候90年代很多国企都维持不下去，给卖了。当时人就采访他，就说你为什么上这儿来呢？他说：第一，这经济不发达。你看他也是逆向思维，发达的地儿他不去，竞争惨烈。第二呢，这个地方由于经济不发达，对服装的要求极低，就是一开始就是补啊，补就没有好坏嘛，就破了补上去就完了，你给我钱我给你补好。后来手艺呢是在过程中学的，因为那个地方落后，所以对手艺的要求呢也没有发达地区那么严格，所以差不离了这衣服就能卖，人就日积月累啊，最后娶妻生子，买下那个当地最大的一个服装厂。那么这些你仔细想啊，这些人的这个想法都跟我们常规的想法不一样。我们今天一想做生意，就先想哪儿人多，哪儿人少肯定不去啊，人少去干嘛去？而且人家还有这样一个精神，叫什么呢？叫不畏小，对不对？卖一个眼镜能挣多少钱？给人补个衣服、补条裤子能挣多少钱？挣不了多少钱。但就是这个小啊，集腋成裘啊，聚沙成塔。最后发展成一个事业。还有一种呢，比这高点啊，叫用计谋发财。就想啊，用个什么样的计谋？我看到日本啊有这么一个案例，当年日本这个二战以后啊，日本二战以后，你都知道，日本是战败国啊，面临着战争赔款，而且打仗打的国家非常穷了，每个人日子都没那么好过。有一个人呢，就开始做一个生意，这生意啊，咱听着都不叫生意，卖什么呢？卖绳子，卖绳子，各种绳子。上哪儿买去呢？跑日本的边远地区制造绳子的地方去买。买完了又到哪儿去卖呢？到这个城市的商场啊，这个经销商那儿去卖。那么他多少钱买就多少钱卖，一分钱都不挣。你听这人有病吧？自己搭功夫啊，搭盘缠，什么都搭，就是不挣钱啊！我这一捆绳子100块钱买，我到那边就100块钱卖。日本人很有意思。他在这个买卖过程中呢，全部是凭单据的。比如我在你这儿，你买了多少绳子啊？下了单子买了，到那边卖了多少也给人一单子，这单子他就留着。因为这个他这种做生意的方法，没有人能跟他竞争，因为你不挣钱，别人只要加钱就比你卖的贵嘛，所以没有人能跟他竞争，他就先把所有的市场都占领了。大概2、3年以后啊，这人呢就拿出了他的双方的单子，他给这个卖绳子的人说呢：“你看啊，咱们做了2、3年的生意了，这张单子啊，你可以看到我1分钱都不挣，你能不能给我减1成钱，打1九折卖给我？”然后这个供应商一说：“哟，这人是真够老实的，这么辛苦2、3年1分钱都不挣，那行，说以后我给你供货，跟别人不一样，我减1成，给你打9折。”哦，他又翻过头。找买他绳子的人说，你看我卖你2、3年了，你看这单子，我是多少钱买多少钱卖，我1分钱都不挣，你能不能让我挣1成钱？那买绳子的这个销售方呢又说，得了，说你也不容易，干了这么多年不挣钱，我给你加1成，这样两边各挤出1成，中间有20%的利润。这个人是后来日本卖绳子的大王啊，所有绳子让他垄断了，这就是有计谋。知道怎么去发这个财，